Well, she ain't dead. Got a pretty smoking body, though. Not that I was barely even noticed. You know, you should go do your thing. I got this. Yeah. What the hell? Whoa. He's too big to leave alone. Better take care of it. Stay alert. Yeah.这怎么打嘛？这个，上来就boss吗？太真实了，这游戏。 再爬到他背上，把那个打 boss 了，我们要怎么上去呢？这是个问题，问题多了去了。哎，这可以打爆吗？他这个不可以打爆，我们找一下。哦，可以打这个。 把这个手，先把这个打爆，然后可以把这个打到，让他射不到我们是吧？那好像打不烂哦，我们可以去把他脚，可以，先把他脚打烂，一个，哇，差点压到我还行。 哎，哇！哎呦哎呦，应该下去的，太贪了。我想到会有这么会来这么一个的，有点贪，打这个吧。 他要去哪里啊？够不到了，这怎么打的？我们要上去是吧？从哪里上去？这里上吗？哇，你是料也不能这么上啊，兄弟！你这……哦，可以，可以这么上，这边我……这怎么样？这什么呀？ 先别慌，掉下来了，先跳过去。哎，哎呦！ 哎呀，没锁定上，哇，又掉到这个地方来吗？游戏可太真实了。来，去打他的脚。哎呦，没打中。打哪只脚来着？ 哎，随便再挑一只吧。哇，他陷进去了是吗？哦，他也来了。哼。 Well, guess it's just you and me, cockroach. Hmm. 这是要干嘛？
这是要干嘛？老哥，你还个手啊，老哥！哎呦，还手了是吗？要？哦，好，要还手了，给下了，他一会又要刺我了。这是干嘛？哦，他在修复这个手臂什么这东西。去死去死！哎，哎我哎，哎呦，我应该二段跳下的。这什么呀？哎呦，你什么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先跑，先跑，先跑，先让他过来。可以抓过来是吗？哎，先把这个打。哇，这个好烦啊，这个东西。嘿，这是个什么操作嘛？来了，先跑先跑先跑，直接跑吧。You know I agreed to splitting up, but I gotta do all the heavy lifting. 哎。好的，哎，打到那个手臂，哎呦打，哎呦没打中，第一时间没有锁定到，第一时间如果锁定到就好了，还要嚣张，哇，我也被炸到了，哇，他这个好烦啊，他这个。我去抓你加血的了，有血是，去回下血。哎，不要锁定视角好吗？不要锁定我视角好吗？我要抓紧加血的。没有啊，这里。哎，那里有两个，两个太多了，我操，好奢侈啊！哎呦，好奢侈啊！他怎么上来了？那你上面那，哇哇！哎，这哇这么多加血，那不用慌了，稳他稳过啊！这个 boss， 他怎么下来了？他不动了，为什么？哎，哎呦，很膨胀呀，兄弟。嗯，膨胀，又上倍了，又被骑了，兄弟们。哎呦，哇，这个药先不要吃，先不要吃，先不要，先不要浪费药。万一他后面暴走怎么办？后面他那个第三个阶段他暴走怎么办？就很难打了。这个阶段比较简单，所以说我们先不要吃药，把药留在后面。因为它有第二个形态的，这个说不好。
毕竟他这么庞大是吧。哎，他人呢？他人哪去了？他人，我操！哎，这么大个东西，他怎么上面是吗？往那边，还在那边。上背了，兄弟，又上背了。哎，没上去。哦呦，哎呦呦！哇，这次要吃下药了。哇，这个锁定视角好难受啊！这个锁定视角真的很难受。上去了，好，哇，他放刺了，哎呦，不高兴了啊，他怎么这么蠢萌嘛，这么蠢萌，哎呦，他要射我了，啊，不是，他要射我了。我们去，哎，他硬直了，哎，他射我了，先，哦，他不是要射我。哎，现在是要射我的，我知道的。哎，哈，没那么难吗？他应该是有第二个形态是吧？这个 boss 是这么蠢萌吗？这个 boss 应该是有第二个形态吧？哎，哇，你扎自己是什么意思啊，兄弟？你这扎自己是什么意思吗？去死吧！太蠢萌了，这个 boss。Things are rude too. What's going on? Yo, ladies away. Got any questions for? Better make it fast. All right. Hey, wait! We could use that. Pick it up. Not that one. The other one. 什么鬼 ？This one, next to it. Come on, Nico. This one. Sure. 哇，这个这关就一个 boss 吗？哎，哇，可以的。这关就一个 boss， 继续。哇，小一级还是什么都没有穿呀、啊！这游戏做的真有点……嗯。Trish, she was captured. I remember that. Bu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Dante. Damn it! You can't travel through here in a car. Yeah, we know. We're just waiting on you.There's only one way up that tree. Hang on, I'll get ready. I'm glad to see you look so well. You too, I guess. I found these. If they're of any use to you, they're yours. Wow, I can make something truly awesome out of these. Shocker. Can we trust him?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He might be useful, though. Enough talking. Get some rest. You need it.
I was just told to get some rest. Oh, you were just told to get some rest? Well, we need to make a path. So start digging. Come on! Get up, get up, get up! 哇，这游戏真的能播吗？这游戏，哦，我们可以选择角色是吗？那我肯定选你啊！那个里奥就是个智障，妈的，每天砍，伤害还低，输出还难，我就选你了。以后就玩你了，好吧？我们也不用升级一些技能，我们直接开始吧，并不需要升级，直接走。哦，选错了，摁错了。那既然都来到这儿了，我们就稍微的。这是什么呀？Shift 加一圈旋转，哇，好贵啊，买不起啊。这是什么呀？这也很贵啊。我发现学的这些技能卵用没有。这是什么技能？哎，这个还可以啊，但是好贵啊，3万多。扩大范围，哎，这个可以学一下，这个必须要学一下。这个5万的，我们把这些那个魂留给那个但丁吧，毕竟但丁现在还没有上场。走。上面还有什么呀？哎，都是我的。哦，那边是但丁是吗？哇，但丁你这个都不要了吗？但丁你这个都不要吗？哦，那边是那个里奥，真的是膨胀了里奥。又是个新怪。他怎么跑的？这装完逼就跑了，哇！各种秀的飞起，秀吧！哎，哎，去死！去死！还有吗？哦，但里奥也打完了是吧？我们继续，两条不同路是吧？哦呦，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哇，好强，感觉他。哇，好菜啊他！我终于知道他刚才为什么跑了，他太菜了。上面有路吗？没有。哎，哦，那是出口的那个灯。哎，
两只，三只，太大了呀 ！Nice， 对呀，砸了两只。你想干嘛？你想偷袭我？哎呦，再回去！哎，怎么还有两只？又刷一只是吗？哦，那个会一直出怪的是吗？哇，我们可以先把它打掉吗？先把它打掉，先打掉它，快快！它会一直刷的，不打的话，好，打掉了。走，哎，再走，哎，又死一只。还没死，这么顽强，不要顽强了呀，兄弟没了呀。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都是什么呀？骷髅？不是，上面有什么东西？感觉这好像有个什么道具，有没有捡呀？应该是没有吧。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走吧。这什么呀？我怎么玩个？地铁站，怎么什么时候能看到太阳啊？一直在地下打，这地上的场景基本没有几个，除了刚开始，从地上打了一段时间之后，一直都在地下打。哦，奥丁在，迪奥在上面打，那我先打你啊，先打他，先把这个门打掉，不然的话会就一直刷怪。哎，很舒服，好的。哎，两只啊。三只，你是哪来的呀？哎呦，哇，这我就忍不了了呀，只能开个大制裁一下你们。哎，走，后面你后面，哇，他怎么这么，哎，可以可以，打到一炮。这个 combo 真的很强，这个 combo 动不动就 S， 哎 ，2S 没有，最高应该就是 S 吧？这个鬼泣五这个版本应该有 2S， 只是我没有见过而已吧？可能前面是过不去是吗？那我们要怎么走呢？哦，我们应该是要等那个黎奥把上面的怪清完之后，我们才可以上去，应该是这样的。我看一眼是不是这个方向？
this way. Here. 哦，来了。Rise。去一波。走。嗯，直。两只。 慢慢来，哎，还有一只呢，又刷了。哇，我他怎么突然装出个这个东西？ 我应该开个大的技术，炸弹应该早就赚回来那能量，不过也没有太大关系，差不多，反正都 S 了嘛，差不多。哎，哎呦，瞬间变成 B 了。 哇！瞬间变成 B 了，这两个必须要开个大，他们很强，这两个菜刀怪，强力一匹。嗯，走。 是，哦，那是会爆炸的吗？哇，他会，没关系，我们续一波地，等他下来续一波地。哦，那要尽快把那个解决掉。 哇，还有个剪刀怪，哇，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剪刀怪，开不大吧，这个剪刀怪很难解决。哎，我靠，干他！哇，就是他，疯狂阴我！哎，nice，砍他！